好，不是很确定 PS Lover 是谁，等一下问问看。但是呢，How are you？对上 PS Lover，神对神。我很想看，我很喜欢看 How are you 的神对虫啊，因为他神对虫都超猛。每次看他神对虫呢，我就会，你知道，下定决心不跟他打神虫。啊，阿吉离开游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啦，总之呢，问一下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 PS Lover 呢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完哦，因为刚刚的比数是二比三，有没有？好，二比三。加赛第六场中哦，刚刚 Splinter 赢了。小史就是 Splinter，所以现在是 How are you Stone 对上 PS Lover，那 PS Lover 的名字我也改一下好了，PHC 的 PS Lover，OK，、okay, 正式的进入到比赛，How are you 呢？在九点钟方向是浅蓝色的神族，一个 BG 一个瓦斯了，然后 PS Lover 的瓦斯还没下。PS Lover 在这边是一个冶炼厂了，哇，这个冶炼厂呢，看他要做什么。好，How are you 呢？是一个拉出了几只的工兵到外面打这个水晶塔。哇，不行了，这水晶塔完全不会成功哦！哇，完蛋了，PS Lover 呢，乱掉了，这个机械控制核心快好了，然后这边狂战士也是快好了，这随便拉四只工兵出来就没用啦、啊，也不需要拉五只，你知道吗？四只工兵，然后狂战士出来，好，这个狂战士呢要直接冲往对方家里了。好，冲往对方家里，对方是盖了一个 BG 堵死门，要盖下一个 BC 了。好，这底下的小工兵呢，也是要立了大功。这个水晶塔呢，400滴血，慢慢的被他打掉。好，还继续想盖啊？还继续想盖就太扯了。好，然后没有这个这边的狂战士呢，也是最后。没有要去对方家，因为对方也是堵死门了。诶，这边有一个空隙，其实哦，但是，有一个空隙呢，还是不 OK，无法进去。好，How are you 呢？开局很正常，没有太大的状况。目前的工兵数是在20，一开始有被闹到一点，一开始拉工兵的时候呢，这个整个有慢到，但是其实还好，应该马上会追上。20对上23的工兵数。然后在这里，How are you 呢？是盖下了一个哇，目光议会。这个目光议会呢，看来是要做个传送之类的。这个传送很阴杯哦，传送很阴杯。哇，这个反应实在是太好了。How are you 在想什么？等一下，被这样子，就是你知道 BF 被冶炼厂大招之后呢，第一个反应就是。目光一挥啊！这边 PS Lover 呢，他的探查的工作还是做得很齐哦。进来了，看到了目光一挥正在研发，所以呢，他应该可以马上可以确定说，OK，等一下呢会有追猎者进来，追猎者等一下在上面开个视野，有没有？直接跳上来就好了。那 PS Lover 呢，整个就是慢到现在呢，他只有一个传送门。
这个反应很快哦，这个反应很快，马上第一个想到要反这个反冶炼厂呢，就是木光议会的顺仪。好，然后第一支、第二支，这边也有这个也有水晶塔在继续的传兵。好，哎，瞬移好了。现在呢，只要一只的狂战士，没错，狂战士，好，全部跳上来，引杯。好，先点掉这一只的不朽。好，继续传兵。底下，等一下这边的兵可以过来提供视野。好，哇，上面的兵下来，下面的兵上来了，哇，要悲剧了。这只红血的甚至可以啊挂掉。好，橘色的兵呢，继续的在做反击。好，又目前没有兵，要退了吗？好，要退了。另外三只，好，又呢是开出了分矿。哇，我刚刚那边看呢，就是光想看他的操作呢，都傻眼，也没有傻眼了，但是就是很专心的在看操作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哇，这是哪一招？哇，底下麻烦，底下麻烦。How are you 呢？对这张地图瞬移的这个，哇，瞬移的这个走法实在是太。从这里这个点可以传到这里来，这个要多少的经验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，这已经超出我玩过追猎的经验范围之外太多了。原来如此啊！好，这个可以学一下。好，呵呵，各位呢可以参考啦，可以参考。从这个点哦，瞬移到这个点，中间完全跳过。好，这个 PS Lover 呢还是挡得很稳，他马上就是知道对方要出瞬移追猎的时候呢，就是不朽，两三只的不朽。刚刚已经有好像两只的不朽被打掉了，然后现在 PS Lover 呢还是稳稳的用不朽，还有少量的追猎，还有哨兵在挡，然后呢就是星河直接出来。好，这边有一个观察者，现在两边就要来比了。好，又转型了，两个星际之门啊，星际之门刻不朽啊，太猛了。但是橘色还完全没有发现，橘色发现了吗？橘色还不知道，他的这个观察者呢，完全没有做到他要做的工作了。来，等一下会不会看到？他有没有看到这个虚空？就是差很多，哇，看到虚空了，虚空看到。好，不过他不知道是两个星际之门。有人问说 How are you 在韩服打到钻石吗 ？Oh my god， How are you 在韩服的分数可高了。好，继续的再出虚空，对方有看到一台虚空而已哦，但是没有看到有多少。哎呀，这个立场呢，果然不是好好又下的，不用担心，呵呵，这个
花花柚的立场不会让大家失望。两只虚空，哇，可惜，可惜，就是刚刚这只观察者有看到虚空啊。要是这个观察者完全没有看到零虚空的话呢，这个对方可能会出更多的不朽。哇，这两个立场又是你知道，又不是花花柚下的了。不过 PS Lover 我不是很熟这位玩家，但是呢玩到现在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有水准，相当的厉害啦。这个 How Are You 这边的兵数量完全不够，他就是一直在瞬移，打一下瞬移跑，打一下瞬移跑。好，瞬移跑，哇！你看，一只都没有损失到。好，虚空呢已经有个五台六台了。How are you 就是用这波兵呢，继续的在做压制啊。哦，提速虚空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这是加一攻击等级。好，对方也是有瞬移了。哇，有瞬移的话呢，这个虚空等一下会有点麻烦。虚空还没有提速，那你知道下个礼拜可能就会改版了，所以改版之前呢，赶快能提速就提速。现在没有提速，好、啊、又没有提速。好，好、啊、又一样是三个 BG， 不过现在的兵力呢，有可能会输哦。哇，这个对方的兵力数量实在很多。那 How are you 呢？因为他决定要走虚空的关系，所以他的地面单位数量没有那么多。好，来看了，这边要打起来了。虚空很危险，虚空很危险。哇，虚空好像先被点掉吗？哦，哇 ，How are you 呢？哇，整个压过去，哎、欸，哇，这个压过去了，无敌虚空啊！这个太恐怖了，天哪、啊，这样，哎、欸。好像变魔术一样，整个那个对方 PS Lover 的兵力呢，明明就是明显多过，结果虚空呢实在是太隐蔽了，还有五台。好，要打过来了，这个虚空数量非常非常的多。哇！这个追猎瞬移，哇，不行，要GG了。这个追猎瞬移呢，好啊，又有用那个 shift 有没有？就是直接集结点射在那个对方的追猎上，然后是有这个有顺序，要打哪一只打哪一只。结果对方还瞬移到自己的下面，就让这个 How are you 的虚空更好打，更好集气了。哇，GG，漂亮的一场，漂亮的一场。对方挡的也是漂亮，那个好，在这边就是3-3了 ，yes， 那么就是好 ，stone 对上 DHC 呢，3-3，这个这场是加赛啊，所以平手。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啦 ，BOD 呢就到此为止，暂停，哎、欸，好。